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十字结的做法。先把一根线对折，把右边的线从后面绕到左边去，然后又从前面绕回来，这样子，再又从前面把它绕到后面去，留一个小洞，然后再把这根线从上面这个洞里面穿到后面去，又从下面这个小洞穿回来，然后拉紧这边这条线，再给它调整一下。这样一个十字结就做好了。我们再来做一下啊，把右边这个线从后面绕到前面去，这样绕到前面来，然后再又绕回去，这样子。再把这根线从上面的洞里面穿到后面去，又从下面这个洞里面穿到前面来，拉紧这条线，然后再调整一下这些线。那这样一个十字结就做好了，这面就是这样子。好，谢谢大家收看。